Hello，同志们，我今天要挑战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有点难度的东西，就是乡村面包，欧包，硬欧包。然后这是我前一天晚上做好的波兰种，但是我怎么觉得失败了？因为它没有发起来耶，起码做5个小时，为了一个面包。水。气泡吗？有一点，哎，有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但是我怎么觉得有点失败啊？哎，不太。混合好之后，我要准备让它发酵，盖个盖子。噔噔噔噔，我已经发酵了30分钟，然后这样准备开始，就是叠被子。然后这样子吗？每20分钟叠一次，然后重复3、4次。第二次，哎，好像沾了水之后就不粘了，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更好翻了。我就不确定成不成功把它倒出来。Yeah. 然后撒一些干面粉，给它整个形。哇，软乎乎。整好形之后，然后继续发酵。把我的面包，然后把这个盖住，假装吃了铸铁锅。Yeah. 然后烤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再把那个盖子揭开，然后再烤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看上去还行，哎，好像还不错，但是我怎么觉得它怎么这么像块饼？我要等它凉了我再切，切开才能知道它到底行不行。我切了一片出来，我觉得质地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可能是我形状没有整好，所以它变成了一块饼。对，然后它里面也是软软的，然后外面硬硬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对，但是就是它的形状怪怪的，它那个气泡可能还要再大一点。Good morning， 早上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！唉，气死了。然后你们一直问这个锅连接哦，你们搜索日系小炒锅就会有非常多同款，我才买59块钱好像，但是我觉得它太薄了，没有我另外那个大哥的锅好。大哥的锅是我在超市99块钱买的吗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那个锅超级好用，而且用超久。这个我3、4月份买的吧，我感觉它已经有点稍微没那么好用了。欧饼，不知道熟了没？我怎么感觉还是有点不熟？行吧，我的牛骨没熟，那今天只有鸡蛋了。叮咚，我最近又拥有一个新玩具，
意式摩卡壶，这个是比乐蒂的摩卡壶的鼻祖，我终于还是拥有了它 ，Yeah！ 我觉得他们家的款式经典最好看，有没有？叮咚，咖啡完成。喜欢意式咖啡但是又不想买咖啡机的朋友呢，我觉得这摩卡壶是个很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很小巧且很占位，而且操作还方便，就可以立刻拥有一杯超浓郁的 espresso。 没有电陶炉的话呢，也可以直接在煤气灶上加热，我觉得无敌方便了，有没有？最近不是很风靡露营吗？我觉得很多人就会带它出去煮咖啡，就感觉很潇洒，有没有？吐司，我觉得这面包做的真是不错，就是它发不起来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空调开起来，我要热死，我满头大汗。Hello， 同志们，久违的出门，我今天特别蠢的干了一件事情，我满心欢喜的带着我的相机，我要出来拍照，我要拍很好看的照片，我要拍非常有质感的照片。结果我刚一打开相机，就发现我没有插内存卡，没有插内存卡就算了，它还没有电。Hello， 可能是我这两天太忙了。我今天早上7:30才睡，然后我11点我就起来了。就昨天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啊，我真的属于那种事情一多我就睡不着。Enough， 干什么啊？我在跟我的网友谈心，你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现在人都是营造什么样的人设哦，倒的时候是越快。我当什么人设？你不要设人设。我就是这两天事情多了点嘛，我忙有错吗？我忙着想我的欧宝为什么不成功，有错吗？如果你能减少躺12个小时的话，那你应该就不这么忙了。我今天没洗头，所以戴了个帽子。然后呢，我本来今天要戴另外一个帽子，结果被我姐抢走，因为那帽子是我的。你有那么多个帽子，干嘛只做一个帽子？那我不是新买的吗？然后这个帽子我上次戴过吗？我上次是不是也戴过啊？你戴不戴过的我不知道。我上次戴的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啊？我买了两个一样的。嗨，我们来到了一家咖啡厅，结果我租印，看到了吗？内部装修暂停营业，什么都没吃，然后来爬山，啊！我们不远万里，走了半天，好像都流汗了，结果他没有开门。我们本来要去另外一家的，结果突然路过了一家新开的。他又没开门。我不知道啊，这可能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，因为澳门星期一有非常多店，他们都封休。嗨，我们又来吃韩国料理了。这家韩国料理在澳门开了我们20年了，15年至少了。
是吃了在澳门吃过很多家韩国料理里面，我觉得最好吃、性价比最高、然后最正宗的。它料都很大份，虽然价格上乍一眼看有点贵，但是它分量非常的足。太下饭了，所以我要了一碗米饭，这米肠好好吃，然后还有这个辣炖鸡块也很好吃，热冷面很好吃，这小菜也很好吃，我觉得他太搞笑了，我才刚开始吃两口我就说他饱了，还有这么多他跟我说他饱了。 Hello 同志们，人就是要越挫越勇，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我们来挑战第二次，这是我前一天晚上做好的波兰种，我觉得我这次应该是有成功。他这明显就看到他发起来了。正奇迹的时候到了，到处转，快给他盖住，一个送进去。同志们，情况有点不乐观，不出意外，我的第二张欧饼要出炉了。这一张比昨天那张还饼。我真的是我，是我形状没整好，还是我发过了？还是我没发好，绝对不是我有没有铸铁锅的问题，因为别人没有铸铁锅也可以做得好，不然就是我扣不锈钢盆的问题，也不对啊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气孔好像比昨天的好哦，有比昨天大个，但是还是为什么起不来？到底是为什么啊？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很气，你知道吗？正常应该它要这么高才对。到底是为什么啊？你告诉我为什么啊？水分太高。是吗？有吗？可是人家含水量比我高的还……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我的第二块饼，我的第二块饼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越想越生气，所以我决定大半夜的，现在8:30，我应该还有时间再走一次。Hello， 我已经搅完面团，现在是在第一次发酵，我用了一个盒子。如果这次还是不成功的话，那我就再做一次。我觉得我这次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会。这次一定会成功的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哇哦！感觉这个挺成功的哦。耶耶！现在已经凌晨1点。耶耶耶耶！能明显感觉到一个是饼一个是面包，对吧？你们给我点掌声吧，此时此刻听着声音。有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大，怎么办？是我发的不够吗？哎，有
有有有有，你看，很好吃，成功！我今天终于可以心满意足的睡觉去了，耶、yeah. ！Hello， 同志们，早上好！快点跟我说早上好，一大早恐吓你们。准备要去运动了，我先涂个脸。最近呢，我早上常用这个 HPN 的发光水，然后这一瓶呢是新的一瓶，因为去年旧的那一瓶已经给我用了只剩一个底了。这瓶我过年的时候带回去，因为剩一个底我就没有带回来，然后我上个月特地叫我妈帮我寄回来的，被我妈骂一下说为什么我要寄个空瓶子回去，我当然要证明我用完这一瓶啊。早 C 晚 A 的入门级 HPN 的发光水搭配他们家的双 A 精华乳，去黄提亮效果满分。之前呢我是搭配用他们家的双 A 晚霜，然后夏天了嘛，我觉得精华乳会比较适合我。一般早上呢我就用这个发光水，但是注意哦，涂完之后一定要涂防晒，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大部分都是净化版的烟酰胺，还有乙基丙 C， 还有熊果苷，这些一听就知道它的美白提亮效果有多强了。而且它那个质地呢也是很好吸收的。对，晚上的话呢我就会两个一起用啦，发光水加双 A 精华乳。这款精华乳呢它不用特地建立耐受器，因为它里面有个成分是 A 醇加 A 酯的搭配，是 HPN 的独家研发技术。因为单加 A 醇的话呢对脸部刺激会比较大，然后加入 A 酯的话呢它就可以有效降低 A 醇带来的刺激，然后用起来就更温和。精华乳的质地呢也是水润状的，很好吸收也不会黏腻。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哦，就是视黄醇的东西呢不可以跟酸一起用，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东西不能一起用。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初次使用 A 醇的话呢记得建立耐受，然后怀孕的姐妹呢也不要用哦。然后涂完水之后呢我就会涂防晒，因为我觉得健身房它那个灯开的也是很亮，而且最近虽然阴天但是紫外线强度还是很大的，所以其实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是要涂防晒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去运动了，晚点见。 Hello， 运动完了、哦、天哪，太冷了太冷了太冷了，这商场里的空调要冻死我了，妈呀。上期怪我不带你们逛超市，别骂了别骂了，马上带你们逛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橄榄油的17块，但是盐水的33块？哦，它比较大，哦，它三个，哦，三个是吧？那我买这个比较好。呀，那我就不要这个了，省钱达人是李林。36克，8.5克，那还是这个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我给你放回去。网上说好像用爆肤的面粉做欧包会比较好。是的，我还是没有放弃。哎呀，This one。为什么人家的欧包可以做出这么蓬松的样子，为什么我不行？
好气哦！你们看它裂开了吗？为什么我裂不开？我再来再蘸，来一瓶辣椒酱，这个辣椒酱拌饭超好吃。我刚给我姐买了蟹柳的三明治，然后我姐说它不好吃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好的。没有听到外面的雨声吗？暴雨，我天哪，哇哦，这油脂，我的美式做好了。哎，一下雨我们家就暗了，睡醒都是暗无天日。Hello， 我买了一个架子，一个置物架。哇哦！啊，这架子真简陋，它也没说明书怎么装啊。叮咚。完成。我其实有点不稳啊，怎么回事？他已经死了，我没有照顾好他，他死掉了。不是我故意让他死掉的，是他很奇怪他就死掉。你看像这个长得多好，他还新长出了一个这个，他死掉了。我还以为你要第十次做那个嘞，我包子了，你好拼啊！没有，咦，它发霉了，我真，咦，它烂掉了，天，它烂掉了，哦，天哪，好恶心啊！果然，我真的是没有那种，它怎么烂掉了呢？它太恶心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把你养死，我还说你恶心，对不起。我会好好照顾你剩下这两只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就这样吧，我有换水啊，我每个星期都给它换啊，它怎么还是死掉？为什么？像这只就长得很好，你看它又长出了个新的叶子。其实它也摆不了多少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这架子不稳，我天！这架子不稳，放不下。问题是，嗨，同志们，我现在正在剪这期的视频，因为这期视频有点长，倒了一杯茶在喝。老娘立刻下单了铸铁锅，我买了一个专门做面包的铸铁锅，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发酵篮。老娘要是再不成功，我就继续做。一声吊墙的，其实我做第三次的欧包已经是成功的了，真的也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不够。就我想要那种
你们懂吗？我想要那种非常棒的那种一个效果，我给你们看好吗？我给你们看，我找一个给你们看。就是我想要这种大气孔，你们懂吗？就我的气孔还不够大。我觉得跟我的烤箱、跟我的锅、跟我的面粉都有关系，有可能是我的发酵的时间有问题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剪视频了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最近618，所以让你们看的比较多的那个啊。很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